こんにちは、柏に住んでいる外国人サポーです。今日は特別番組にようこそ。今日は柏レイソルの試合じゃなくてワールドカップアジア予選です。普段は柏レイソルの試合を中心にお届けしていますが、今回は初めて中国代表の試合を見ます。でも日本代表の試合を見ることは2回目ですね。前は日本対ミャンマーの試合を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今回は日本代表と中国代表の試合です。私たちは日本に住んでいる中国人としてこの試合を特別な視点でお届けでき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前回は大阪まで行ってミャンマー対戦の試合を見に行った。その時はレソルの細谷選手、そして私たち大好きな伊藤純也選手を応援していました。今回伊藤選手は再び日本代表に復帰して、さらに細谷選手も選ばれたんですね。这场比赛的双方客观上说实力上有较大的差距，日本队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日本队，而中国队是处在历史上最大的低谷吧，史上实力较弱的一支国足。希望我们中国队能打出精彩的比赛，在场上发挥出拼搏精神。第一次看国足的比赛，我们比较关注两个球员，一个是我们的老球员了，五号张琳芃。关注张琳芃是早些年在中超恒大比较鼎盛的时候经常会看恒大的比赛。然后另一个是费南迪17号，他的外号叫小摩托。近些年我没有关注，但是早期我关注他是他在重庆的时候，那时候的重庆队的前锋，那时候他的表现非常的优异。这一件是日本队10号，我印的名字是茨巴萨，就是我们同龄人的足球启蒙。小时候的足球启蒙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动漫足球小将 Captain 茨巴萨，所以我在买日本球衣的时候就印了10号茨巴萨的名字，大空翼。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普段 J リーグをフォローしていますか？はい、してます。どのチームが好きですか？町田ゼルビアです。今ナンバー2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下がっちゃいましたけど。海外リーグの選手と J リーグの選手、どちらにより注目していますか？海外リーグの選手？三笘選手。あ、三笘選手。はい、今日の試合、スコアはどうですか？ 2-0 で。日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得点選手は誰と思いますか？上田綺世選手と三笘選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とワールドカップで日本代表はどこまで進めると思いますか？今回はベスト4まで。普段 J リーグをフォローしていますか？あ、見ます。あ、どのチームが応援してますか？自分は浦和レッズです。あ、浦和レッズ。浦和レッズです。あ、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海外リーグの選手と J リーグの選手、どちらにより注目していますか？いや、海外選手です。俺も海外リーグの選手です。あ、誰ですか？やっぱ、三笘薫。あ、そうかそうか。じゃあ久保武史さん選手。あ、そうかそ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の試合、スコア予想はどうですか？3-0で日本。はい。得点選手は、はい、得点選手は誰でんだろう。中村圭人、と久保建英と、誰だろう。アザリル。お前、大前出る今日。浅野。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スコア予想は、2-0で日本が勝ちます。はい。得点の選手は、田中碧選手、はい、と鈴木財雄選手。あ、鈴木財雄選手。パントキックで入っちゃいます。地形ですよ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はい、今回のワールドカップ、日本代表はどこまで進めると思いますか？まあ、やっぱベスト8ですね、目標の。ベスト4です。ベスト4。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
あと普段 J リーグをフォローしていますか？もちろんです。あ、好きなチームはどっち？どこだろうな、うん、浦和も好きだし、はい、鹿島も好きだし、はい、川崎も横浜もどこも好きだね。ああ、うん、そうかそうか。私たちは柏レイソルもいいよね、はい、もホセヤもいるし。あ、そうですよね。あと、うん、今日は伊藤純也もいるね、うん、戻ってきた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海外リーグの選手と J リーグの選手どちらにより注目してる？それはもちろん J リーグ。 J リーグですよね。見に行けないじゃん、うん、はい、海外には、うん、J リーグ注目している選手は誰ですか？ね、今日出るか分かんないけど、やっぱ望月と高井はずっと代表入れ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うん、あ、そうですよね、やっと入れてちょっと嬉しいかな、うん、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と今日の試合で、うん、スコア予想はどうですか？3-1 3-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決めた選手は誰ですか？ね、うん、誰が決めるかな。上田かなで、中国はウーレイが決め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ワールドカップで日本代表はどこまで進めると思いますか？優勝まで、ね、優勝、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好请问您今天是从哪里过来的？我是从北京来。北京来的，辛苦了。除了国家队的比赛，您平时还会关注中超的比赛吗？我会看、嗯、其实不是看中超，看中甲的比赛。因为大连队是在中甲，现在、嗯、去年那个大连人队解散之后，我们现在球队英博队是在甲级联赛。好的，那平时会关注日本的接联赛吗？关注的比较少，偶尔会看一些。有没有比较熟知的队伍？就是我这个球队是大连实德，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知道知道。打什么大阪、嗯、大阪，然后打浦和红钻，以前叫浦和红宝石，然后打那个、就是横滨水手、就是我知道他的对手都是谁，所以说我会关注一些这个球队之前的对手。好、那您就是支持大连实德有多少年了？我是从一小，我大概2000年左右，到现在，也不是算大连实德，就大连整个所有的足球，就一直支持，一直支持、那您是北京人是吗？我是大连人。大连人啊、好的好的。那最喜欢的国足的球员是哪一位呢？国足球员我喜欢那个林良铭，以前是大连人的、大连人那个足球俱乐部的，然后那个后来是戴赫拉木，因为我觉得这小子特别有拼劲儿，而且我有很多那个维族朋友、就感觉很有亲切感。好，那么日本的球员，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日本比较喜欢三山勋。三山勋啊，对，好的。那您认为中国队在能否在这场比赛中取得理想的结果？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我来之前就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大夫也说，这比赛看什么呀？就结果注定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希望，总会有好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个平或者偷他们一个。对。好的，那您猜想一下今天的比分会是多少？就按照我刚刚来说的话，应该是1-1或者2-1，就是二是中国。好的好的，谢谢。您认为我们能参加2026的世界杯吗？如果第一场比赛还没打，我们就觉得不行的话，那肯定是不行了。那我一定会觉得，今天我来到这儿，一定会觉得我们的国家队是可以进入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如果他们进去了，我也会跟着一起去。好的好的，谢谢您。好，谢谢你，加油加油。好，要请问今天您是从哪里过来的呢？从日本仙台过来的。哦，从仙台过来吗？对对对。辛苦了。还好还好。您平时是住在日本是吗？对，平时住在日本。就住在仙台。对，住在仙台。好的，谢谢。您平时还会关注中超的比赛吗？会关注的。喜欢哪一支球队？家乡的球队。是南通智云队。对对对。那J里谷的球队平时你会关注吗？什么？J联赛。J联赛关注的。有喜欢的球队。对对对。是哪一支？也是我在的仙台七夕队。现在是J次。现在是J联赛二级别。对对对。因为我的朋友说那个仙台的球场特别的好。对，我们球迷氛围特别好。对，尤其主场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唱歌，然后应援道具也很多。对，我们平时是卡西瓦雷苏鲁白太阳神队的球迷。太阳神
有机会也请多关注一下我们球队。您最喜欢的中国队的球员是谁？我最喜欢的是我身上穿的这件。拜赫拉姆。对对对。我觉得他踢前锋非常的勇敢，而且不怯场，对任何队伍都不怯场。谢谢。那有没有喜欢的日本队的球员？有，就是米托马。米托马。对对对。谢谢。那中国队，你认为能否在这场比赛中取得理想的结果？我觉得，毕竟日本队太强大了，而且这次是在日本的主场。我认为能保平的话，我们球迷应该都很开心，但是如果输了，我们也会依然会很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好，那您猜一下今天的比分会是几比几？我个人希望是1-1。客观的猜的话，我猜可能是3-0。好的，谢谢。那您认为这次世界杯的预选赛我们能够打进去吗？有难度，但是有希望。好，那一起加油。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今天是从哪里过来的？我们是从江苏过来的。江苏过来。辛苦了。那除了国家队，您平时还会关注中超的比赛吗？中超的比赛，我们江苏已经解散了，所以现在看的比较少。上海的球队，那个上港和申花会看一点。会去现场观战吗？偶尔有时间会去看一下。好，谢谢。那日本的接连赛平时会关注吗？接连赛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日本的那个球员在欧洲的看的还比较多的。看的比较多。日本的三山勋啊，富安健也都是佼佼者里面的。谢谢。那最喜欢的国足的球员是哪一位呢？国足啊，现在国足也没有明星球员吧，反正大家敢打敢拼的球员都是好球员吧。好，谢谢。那您认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吗？这个结果无所谓啊，反正18强赛嘛，就是中国队的世界杯嘛。在场上展现出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了。我们球迷要求很简单的，只要打出自己的精神气就可以了。好，谢谢。那您觉得猜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比分啊，少数当赢吧。好，谢谢。好，那您觉得咱们国足能进入2026的世界杯吗？这个啊，结果不重要，享受过程就重要，最重要。好的，谢谢。大家好，今天大家是从哪里过来的？我们来自东京都的周围的一圈四面八方过来的。平时是在东京住？对对对，在日本住，在日华人。对对对，我们也是，我们平时也是。你们也是吗？我们是一个在华人的足球队，叫关东流浪者。好的，以华人为主。对，我们的目标是不再流浪。那除了中国的国家队，您平时还会关注中超的比赛吗？对啊，我申花球迷啊，这个怎么的？申花了，哪个？申花，铁杆申花。那接力股的比赛平时会关注吗？接力股的话，偶尔会看一下，因为我们在浦和附近嘛，有时候会看一下浦和的比赛。这个浦和主场。对对对，浦和主场。对。我们平时是关注卡西瓦。卡西瓦。我知道。卡西瓦也去啊，已经恒大来的时候，我们去卡西瓦给看。卡西瓦练手。有机会的话。从卡西瓦走向世界吧，那个。谁看？谁看？谁看？你行。我是卡西瓦来的。大家喜欢的国足的球员都是哪位球员？朱晨杰，肯定申花球员嘛，那肯定是吴磊了，对吧？射手王，吴磊上岗了，还行，还行，挺好，挺好，挺好。今天能进球？那小哥哥喜欢吗？那个我喜欢施连智，就踹高峰那个。我必须喜欢韦世豪呀。Number seven， 喜欢韦世豪。好吧。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日本队的球员？托米亚斯。三球王了，三球王了，三三星，大家都是三三星。对对对，帅啊，对对，帅，跑得又快。因为我们球队有很多小伙是筑波大学毕业的啊，筑波大学，好的，那您认为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能否取得理想的结果？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他必须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了，不管输还是赢，踢出那个自己的那精神气就行了，就已经赢了，对吧？那咱猜一个比分。来，胆大点，1-0。
一比零。嗯，中国赢。啊，零零比零吧。零。谦虚的，一比一吧。一比零。好，谢谢大家。那咱们认为，咱们中国国足能够打进2026的世界杯比赛吗？相信中国队。可以可以，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世界杯了。对，这个就是世界杯了，就是起点了。好，谢谢大家。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自河南郑州。除了国家队，平时还会关注中超的比赛吗？当然会了，河南队、河南建业，我们一直也很支持的。好，谢谢。那您会关注日本的接连赛吗？相对会少一点吧，偶尔也会看。比较熟知的球队是哪个队？那像横滨水手啊、海南学院啊这种老牌强队，还是都知道。好，谢谢。那您最喜欢的国足的球员是哪一位呢？王大雷吧。那日本队的话，有没有喜欢的球员？一般般。好，谢谢。那您认为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吗？我相信只要中国队持这一行，就是不断的努力，我们能够取得希望的成绩。那您猜一下比分吧。一比一吧。好，谢谢。那您认为2026年的世界杯，咱们中国队能够进入吗？我坚信是可以的。好，谢谢你。请问您今天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东京过来的。从平时是住在东京吗？平时都是住在东京。是在日华人对吗？在日华人。那除了国家队的比赛，平时还会关注中超吗？我都关注。我们一直那个每一年基本上都参加那种我们的球迷会。比如说广州恒大呀、上港啊，这些我们基本上我们非常喜欢足球。那接连赛平时会关注吗？接连赛吧，偶尔也会关注一点点。偶尔关注，就比较熟知的队伍是浦和红钻。对，浦和红钻，我们因为这个主场，我们经常来啊。那您是广州恒大的死忠粉的话，应该会知道白太阳神。就白太阳神曾经就跟广州恒大有过比赛，都去过。我们就住在那个我们平时是白太阳神的球迷啊，有机会也请多关注一下白太阳神。OK， 好的。那就您最喜欢的中国队的球员是哪一位呢？我觉得还是吴磊。吴磊。对。那小姐姐，小姐姐，她比较喜欢足球的话，她。我是比较很喜欢足球啊，他平时的话今天是看到我们中国队来，然后为祖国加油，然后奔着这个目的他比较体育界，他比较喜欢非常喜欢刘翔。好的，谢谢。那么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有没有比较喜欢呢？日本球员的话具体喜欢的话也都说不上，但是我挺佩服他们的这种精神，非常佩服激情，对体育的这种足球的激情，我非常佩服他们。好，对，谢谢。那您认为这场比赛咱们中国队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吗？我觉得必须的。必须要取得好成绩。那咱们来猜一下比分吧。的话输的话我不愿意的话，我一比零小胜吧，打平也可以吧，我们不要求太高吧。因为毕竟我们实力的差距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尽量为祖国加油。比分，猜一下比分。3-2。那太理想了。你2-0，或者3-1。这样子。老王呢？1-1吧。1-1哈。谢谢。那那您认为咱们2026年的世界杯，咱们中国队能够打进去吗？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发挥好的情况之下，应该是没问题的。请问我们几多个多？那个什么？頑張れ日本。勝つぞ日本。日本代表いつまでも応援するぞ。对镜头给中国队加油。啊，中国队加油。对着镜头给中国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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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